即嘛全世界唯一会当甲你开救出来的人，唔在千里，仅仅在眼前。阿老表叔，我替你看看阿太。阿老可怜阿表兄。阿太，阿你即嘛对叫安娜的人特别有兴趣是无？阿那归去啊，我嘛改名哦，叫安娜，好不？叫安娜，就是较早的安娜。下回啦。今天我就要跟你到山岗，你可等于九点上班啊？你按我做，我拢有接应处置啊。你现在不应该过来介入我的家庭。我不是介入你的家庭，我是要跟你共组家庭。但是你不要上班呢，大陆来台工作证，你只上班。你不要，我把他赶走，那我就死给你看。黄丽那在台湾，我甲大头跋杜煞上去平地去，我是在处理啊。第二年到超流油啊，他看到沙田矿泉水来电视港去种，这是我准备在啦。警方在这里送啊，得叫警察来抓我。走未远啦，警方已经通知啦。第二年你这龙安来坐哦，是加班的代志。我应该等少爷去龙安来，至少我去对去警察讲，对警察讲来做声。妈，你这冲下楼来报警啦！你的意思是讲我警员拢是我唔对？啊，那无是安怎？遐人拢无听你意思的。今天就是因为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代志，所有人都对我不满，我不好。再来跟大家，我不跟你客气。他说你来认定我是你的老母，你就跟我来去。那你把根据啊，最后对咱万分，如来都请你在哦。就算做你的万分我，我嘛袂后悔。啊，那少年党的哦，伊坐伫遮的气势啊，那个台甲开。他们呢？Thank you.